再次见到四大冠军。请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好 ，OK。待会呢，我们要比一个预饭团在胸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从左边开始，再到右边，接着呢会在胸前打一个鼓之后插到腰，插腰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配合歌词的话就会是星星任务大作战。好，接下来大家有没有看过奥特曼？耶、奥特曼会比这个90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是说起来容易，但也不简单。预饭团，星星任务大作战。好，小朋友，我们刚刚在整个戏里面都在找什么？对，我们在找星星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抓星星，从这边从你的右下开始抓，9颗星星。收集起来。接下来就来到预饭团，星星任务大作战。奥特曼完成任务，门就会打开。预饭团，星星任务大作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场上有几个人？5个人，没错。所以是给我一个舞，我任意你要这样子舞，这样子舞，这样子舞，还是什么舞都可以。对，给我一个舞，然后呢就是5个人的冒险就要展开。好，那我们从头到尾复习一次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准备，来，星星任务大作战，奥特曼，起来容易，但也不简单。9颗星星收集起来，预饭团，任务大作战，奥特曼完成任务，门就会打开，预饭团，星星任务大作战，五个人的冒险就要展开。很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来跟着音乐，老师音乐。